你给我出来！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一分钱都不能给。那是我爸。你爸怎么了？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你爸就你一个孩子吗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爸，我一会儿啊炒两个菜，你就留着吃点吧。我就不吃了，坐一会儿就走了。这几天你也没回家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，你妈不放心，让爸过来看看你。爸，最近公司比较忙，等忙过了这一阵儿，我就跟大林一块儿回去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我妈的身体怎么样？你妈的身体啊，哎，其实啊，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拿点钱，你看方便不？爸，我们现在手头确实紧张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只有丹妮这一个孩子，你再去问问老二，问问老三，问问他们呗。没有吗？爸，真没有。爸，我知道你爱喝茶叶，给你拿盒茶叶吧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里面是钱吧？哎，爸。行啊，丹妮，现在都敢骗我了是吧？咱们这段时间为什么不回家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再说了，爸就你这一个孩子吗？那老二、老三呢？你闭嘴吧，自己笑自己得。我是家里的老大，就应该有个老大的样子。喜欢装。